你好美哦，天哪！今天是我们的员工旅游，没错，然后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一次员工旅游。好浮夸哦！对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已经就是到此。好，那我们要感谢这次非常认真帮我们策划整个行程的艾波，他那里看起来很忙碌的样子。对。对，然后大学社委跟我们一起。对，一起参加。一起参加。对。这次有很多家属的。是。然后这个是泰辣。我现在是毁容女、疱疹女、疱疹女太难听了。OK， 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OK，Sorry，Sorry。要怎么做啊？辛苦艾波喽！对，出发！欢迎大家参加疯女人的员工旅游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分组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晚餐是一个厨艺的 PK 大赛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有20个人，我们18个人，然后扣掉两个裁判，就是我跟 QQ。之后呢，我们要分成3队，然后这3队呢的队长，一个是橘蛋布丁，一个是泰拉，另外一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责大任指派给阿伦。这么超然。然后这个我们为什么里面有吃的？鱼干的零食是什么意思？换过去了，想搭配。好、那为什么放在铅桶里面？我以为小时候鱼竿又没给钱。等一下，如果你抽签抽到 A， 你就是阿伦组；然后如果是 T， 就是泰拉组；G 就是橘蛋布丁组，好吗？然后呢，待会就是抽完签之后，我们就是顺利的分好队，之后我们等一下的第一站，几户会超市，就是各组就要下去采买，一组至少要做2样菜，最基本的呀。如果第3样就是加分，懂我意思？你们可能就直接晋级变冠军。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加油，好吗？加油！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抽签了。你们反应做晚一点。现在所有人打开你们签。来啊！瞎了！怎么那么兴奋啊？那个鸡蛋布丁组，鸡蛋布丁组举手。举手。谁？大概。Oh my god！ 伊登。伊登。然后 Jason 跟男友。男友是谁？跟鸡蛋布丁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民族之子。民族之子。来啦！耶！太拉太拉手。Oh my god！ 你来啦！每一组有2000块的预算，如果需要什么调味料的话，就是也是需要购买的。哎，该不会菜刀也要自己买吧？不用吧？啊，菜刀 QQ 有 QQ 姐带是？啊好 ，QQ 姐要自己带把菜刀来。那就希望大家今天玩得愉快，我要去休息了。可能桌子不会我的镜头了吧？烤腰。好，那就大家可以给他睡个觉哈，休息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竞赛了，很刺激，很刺激，很刺激。Yes。到超市了。超市的喜户会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立刻要来采买食材。只有宜兰才有的超市哦。评审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料理可以征服你的胃呢？就是贴心的部分，因为评审不吃牛啦。你知道他们看到很多贴心的部分，就是牛非牛类食物要多一点。对 ，OK。是牛我可以吃，我也是评审之一。创意料理的部分很期待。对，没错，很期待。大家加油！好，狗狗，你们刚刚讨论吗？我们刚刚讨论，我们决定酸菜白肉锅。好，我们今天步骤就是解冻，解冻跟加热，然后买一些厉害的料。剩下的那个钱全部拿去买二刀切，太烂了吧！听说评审喜欢吃羊，不如我们都买羊好了。我们等一下就问店员说最骚的羊在哪里，通通端出来。好啊 ，OK， 好吗？也买好多东西哦，我们有很多道料理，真的假的？没错，我们势在必得。我们是不是先算一下 ？Oh my god！ 你们看起来很厉害的鱼。沙拉酱在哪？
沙酱在这里，没奶精，我告诉你们是很厉害的。那我们做咖喱跟汤好吗？还没讨论。对，你们菜拿很多嘞，你们加油呢。我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是真的会煮，你们挑食材好专业的感觉。小富婆。就撩多一点，大家觉得你哦，擦肩而过、欸，怎么这么寒酸？少这边呛哦。你们是要做什么咖喱吗？我们的本土料理，他们直接用现成的，这不是现成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主打高级，再好的东西不会做，就跟魏任婉的燕窝细粉一样。哎，有人说你不会做，屁呀、啊，看起来蛮厉害，真的要加油哎。我们很棒啊。要唱家，对呀、啊。我在唱家的时候最厉害而已。火药味怎么那么重啊？天哪，喜户会超市可以抽 iPhone 12，我们会不会之后中奖啊？好多人在抽，这个几率是不高啦。先生，你是把唇跟脸丢进去了吗？又找回来了。祝我中奖。好，20台，有一台就你的了。耶！哈达有 sample。耶，我们到民宿了。没错。来到了宜兰东山的民宿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入住的民宿叫做化水。Yes。现在呢分成了好几组人啊，首先这一组就是老人组，在吃午餐喝咖啡。对，老板娘咖啡。你问说要不要咖啡，我们就说好啊。黑咖啡讲的很好喝。然后大家可以，你等下那个带大家，直接带你看第二组，大家去看一下第二组在干嘛。第二组是专业完美，他们果然是专业完美。好，那第三组呢？现在只是5号，我们在闯刊。你们现在闯刊是不是？我现在又要瓶颈了。怎么了？这个地方没有大空间。刚刚那个老板娘说，那个马路车看一下就好。带谁的狗呀？这里一直放一些迷笛音乐，很大声呢。我们来看你们姐妹房啦。没错，今天我跟大学室友，我们两个就是住一间高级的房间。Yes， 二楼唯一间。tour 一下我们的房间。欸，很 fancy 耶，没错，而且他的房间都走这种水泥风格，对，而且居然有这个萨瓦迪卡按摩床。对，大家可能打电话就是来帮我按摩。 OK， 那我这还有个按摩床，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浮夸椅，很 gay bye。 对，最厉害的就是他有浴缸哦，因为我们的没浴缸，而且他超爆大的浴缸。哇，它是一个角落哎！那个水爆要放多久？然后我跟你讲，这房间有个更厉害的地方，远红外线能量小木屋哎。对，然后你打开以后，它就是一个烤箱的味道。OK， 在里面那个。对，就是你其实就是可以进去烤箱烤。好。OK， 好。哎，太久了吧？户外浴缸啊？是不是有点太浮夸了？有点脏，好，这个view不错哎，这个。对，它这里有一个露天的露台，旁边就有一条河。对呀、啊，以为来到日本了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搞笑。山坡上面有。而且你知道王美他们已经跑到那里去？那里还有吗？超爆远。啊，是这边啊，桥在那边。对不起。那边有没有？你看有没有？他们在那个很远的地方。他们在桥上拍美照。你在干嘛？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。离去的飞，从来不说明。这个是热带雨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谁？我们呢，今天在员工旅游，我们准备了一个大地游戏的部分，没错，因为我们就号称是游戏王，所以就是自己做这种游戏类的，应该就是难不倒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今天负责了帮大家准备一个游戏体验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先进行抽签，每把我们所有的大家伙伴，然后拆成两队，然后总共我们大家进行游戏。一举手，二不要举手。一，我是一。一是莹莹队，二是 Betty 队。我们是一。一号队，二号队，二号队，二号队，耶！我们也太弱了吧！整队，整队围圈。然后二号队比较年轻，是不是？二号队很年轻。那边报告没
更一号回去。那你好老客。哎，一号真的是，一号真的是赚比较多的，赚比较多你回来啦。Together. We all in this together. 什么啦？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定时炸弹的游戏，那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手机计时，可能是不定时，35秒、1分07秒，巴拉巴拉，互相提问问题。如果今天呢，手机在你的前面响了，你就淘汰结算，两队里面谁淘汰人比较多就输的。好，开始。睡觉会不会跟布丁抱抱？抱完才睡。西飞回宫是哪一集？就是新，是吗？新代的皇帝顺序。谁知道？康熙雍正乾隆是吗？三杯鸡的三杯是指哪三种调？哪几种调味料？九层塔酱油、柠檬酒之类的啦。我们所在的位置不在宜兰县佛山。国东啊，哎，我要给他晚一点了。对哦，不要打断。你今天买什么网拍？我今天买了趴着。玩总是最新角色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随便打。台湾第一高峰什么玉山啊？六加七加八加九等于多少？6+7+8+9，30。我们晚上要去哪个夜市？我们要去中正附近的航站是什么？中正附近的这个大楼吧。台中捷运第一条线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布丁的新背包多少日元？13000日币。贵哦。明星体重。105啊。你的联名 T 上面什么名字？随便讲一个。Let's twist again。俊佑布丁最喜欢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太讨厌了。三杯杏鲍菇的做法。杏鲍菇。快点！你上次跟男友亲亲是什么时候？两个礼拜前。那么早就分手了啦。韩国女团三个Blackpink、Miss A 跟少女时代。欢乐闺蜜阵容，你最讨厌另外两个人哪个谁？总共就三个人呐、啊。大姐，因为她不在场。讲出四部偶像剧的名字。在这。Blackpink 的最新歌。还是跳这条。丢脸的事情，什么？你自己要自爆，你要搞死，想要搞死。前面唱出快点一首歌，乖妹的好。公司成立几年？公司成立几年？不知道三年啊。那个，完了，168，58公斤。干嘛 ？S H E 的三首歌啊，热带雨林，然后雨夜花跟那个恋人未满啊。今天是跟男友叫第几天？第几天我不知道，大概900多天吧。我们要过几周年了？怎么可能900多天？我们要过几周年？快点！在场最老的三个人 ：QQ、泰勒、麦，还有他那个谁？他哪家凤梨酥最难吃？有点酷了，小背包什么品牌？不知道，来听首先吧。Q 几岁 ？Q 几岁？31岁。花莲的两个名产，马吉跟快点。桃园的两个区，龟山。好。观音。彰化在台湾的什么部？中部。那个，你想要那中部是什么？我中部。在看牙医啦。耐心。哎，你今天穿什么内裤？我今天穿黑色。黑社会妹妹三个名字，想了啦。平同的星座，处女座。台湾几个县？台湾几个县市？台湾几个县？随便啊，12个。那个玩具总动员的三个角色。蝴蝶吧，当年的火腿猪。最喜欢哪个电影？电影复仇者联盟。那个你问。想了。想了啦，想了。想了我。年轻人获胜。第二关准备开始啦！一次先派四个人，第一个人呢要用画的画给第二个人猜，第二个人看到之后呢，要用比手画脚的方式，然后比给第三个人看。那第三个人就用公仔眼给第四个人，然后第四个人听到答案就要用猜的了。开始，
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难吗？你们卡关哦。不知道现在干嘛？对对对对。我不行呗。爱播爱播，好。嗯，对。接手当摄影师，我看得懂。有一个人叫辛苦在读册，然后伊咧变瘦。变瘦。猜要不就不对，我怎么猜？随便猜一个。韬光养晦，毛病韬光。对。等一下，他刚刚讲说在厕所认真念书，为什么是凿壁偷光啊？不是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成语，我只能从光那边去找啊，想说光有什么成语。我真的是被队友拖累了，我的智商是没有问题的，是。而且凿壁偷光不是在牢房里吗？对啊，怎么会在厕所？哦，卡关了，他已经画完了。这什么？完蛋了，这个好难懂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知道，我懂，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什么？我不太懂。比手画脚。有一个人伊做认真来读册，啊，伊家己的头毛白伫遐面顶。好厉害！哎，你们赢，你们现在领先，领先中，领先中。那我们是看积分，你们就先继续画。啊，难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作弊吗？哎，有人作弊，我录下来。好，你比吧。啊，输。胜负难分。哈哈，完了这样子。啊！是哦。跨车，嘿，啊，这车就拍跨哎，就拍跨，哎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庆祝庆祝生日，吹蜡烛，庆祝台数，他大拢会叫的，嘿，动作是啥？蜡烛，嗯，伊会生啥物？土鸡蛋，嗯。你很会猜耶，这太难了，为什么？给他一点灵感，糟糕，树干，干鸡，干鸡，你刚讲快对了。木鸡什麼木雞好来 QQQQ 第一个字足戆的啊，第二个字足亲像的，第四个字是鸡啊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哦 ，OK OK。第几个字是你啉水拢爱用啥物？啉水，啉水。嘿，阮阿嬷的红菜叫啥？哎，白的，白公蛇，他没有这个成语，没有成语。你逃就躲啊！你后边有啥物？啥物？白公蛇影，答对！恭喜！这个太难了啦！我觉得这个人，我灵人。哦，你直接告诉仙女，仙女会知道，仙女会知道，仙女。是一个嘿金钩标，金钩标，零，你是一个啥物物件？我拢是啥物？车子，你是一个车子好不好？这啥物？啥物？减零，还是零人？零人，我们只要零人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刘罗锅一个啥？有一个名人刘历史历史的人刘罗锅，伊是啥物啥物刘罗锅？宰相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他好强哦！好，那我们来乘机结算咯，那就恭喜我们的这边获胜。成语最厉害的几个人一起来 PK 一下。好，那各队派出四个国文最好的人，在下面。固定男友，我们一定会赢的。我们会赢。对啦，让那群老蛙知道我们的厉害。他啦。对，好。OK。一二三四。哈？有人知道还好，这是什么了？太难了！来哦，来哦！好，臭狐，好厉害！好简单。虎加虎纹。第一个你是这个动物，伊足干巧的。啊，你那是，嘿，你猜对。加虎纹。啊，对。你好厉害哦！计时开始。OK， 好，知道了。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，第三个字，第四个字。快拉拉拉！地上。你不能你脸在闭，你脚很重哎。后哎，十二生肖后哎，后边是啥物？对。兔。兔。
就这样了。就这样。很明显，张姐比较快吧？好聪明哦！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！好，就谢谢大家的参与，那我们带你一起到这边结束啦。那我们待会就是等一下，大家就是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煮晚餐了。大概饿了吧？等一下就要分组那个对那个来煮菜了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我们没有插冰箱插头。他们的冰箱是没有插电的，所以我们什么东西臭臭？不知道，现在就是闻到一个臭味，一个尸体的味道。本来要厨艺 PK， 你们真的输在起跑点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一组的人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坏消息，就是我们刚刚冰箱没有插电，所以我们要先一个一个闻，找出坏掉的东西，因为我刚刚有闻到臭味。我们的料理大赛已经开始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我们的材料。主要分配我们的工作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做什么，所以很难分配。我们先来做年糕，队长出马。对，可是我们有任何那种炒的给吸油在那边。你们知道我在干嘛吗？在干嘛？我在做赢家的料理。看看隔壁在煮什么海鲜锅，输家的菜，好可怕，妖术。品彤小姐，你的刀工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超厚，然后这个超薄。红萝卜到底要怎么对半切啊？啊，可以吃的，小心哦。这样很危险，这样很危险，这样很危险。所有职员都这样切。哇，你好赞啊！你好赞，想不到吧？他不会滚，会翻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道学室友跟伊恩现在在洗菜，好，这边就麻烦你们了。老公现在腌猪肉，我们加了酱油，然后现在要加这个哦，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，这是麻辣酱。师傅，品彤这次很厉害，好，这次可以，这次可以。哦，品彤完美，我们找到我们的臭掉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没有鸡。你们谁那边有多的鸡可以救援我们？要问我们的队长。队长，我们用猪肉片给你们换。猪肉好，猪肉片加咖喱啊，那剥皮肉片，因为我也想喝剥皮辣椒猪肉片，剥皮辣椒鸡汤好不好？好，不然今天就是布丁组，非常善良，谢谢你们，支援前线，好，你们先煮，艾博，你要跟布丁说谢谢，阿伦他们那一组没有爱心，没有新鲜的食材，何以料理出美味的食材？加油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我们的猪已经腌了，所以我们给你们牛。可是 QQ 不是牛肉。马铃薯全部发芽了啦，马铃薯发芽就不能吃了，我们会中毒。它是整颗都有毒素，但是就是看你做决定，因为这个毒素说实话其实不致命。我是要偷懒。什么意思？那马铃薯就放弃，反正我们还有其他东西。它又跳掉嘞，还是谁弄到？实境秀就是要有很多状况才好。对啊，好精彩哦！现在状况太多了，做不下去了，节目做不下去。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杀去罗东夜市。我想休息一会儿。你只要把锅子拿去换个地方，没有跳电的地方煮。现在老公在烤鲑鱼，菜我们已经备齐多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的艾波姐呢，真的非常贤惠。今天不管谁赢谁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大奖励。你好熟练哦。对啊，我是广电小厨娘。我们咖喱的食材正在慢慢的成型当中。怎么办？蟑螂不见了！不要紧张，已经不见了。莫惊莫慌，莫害怕。不见回家，不见更可怕。Oh my god！ 可以了。我们就是不认输。对，我们遇到再大困难不屈不挠。没错，不向命运低头。对啊，想办法解决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。我们这种精神，评审都看在眼里。看在眼里。哎，什么？哎，很不错哎，他接下去就要入口即化。老公现在在煮节光，然后鲑鱼已经快好，所以我们先放在上手。然后艾波的剥皮辣椒鸡也正在烹煮当中，品彤正在制作那个烤节瓜的那个盘子。然后我们的伊恩呢，还有我们的大学室友正在准备我们的沙拉的部分。我们沙拉不仅有洛梨，有那个生菜，我们还有咸蛋黄。
我跟你说，高级的嘞。你平时 Apple 爱吃辣，所以我们就准备了这道麻辣肉。它是工欲健身，看起来很好吃，但吃未必。OK， 我吃，娘娘 ，sorry。你切好快哦。可以在这没有，也可以放咖喱，放咖喱也可以放。对，那这里放咖喱。叔叔很认真在帮忙解释，咖喱还有加很高级的巧克力，可是我们买了两种，要决定哪一种比较好吃。这个是85%金色的，我觉得放苦的。放苦吗？嗯，我觉得放苦的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只能等瓦斯炉 ？OK， 好。那我们可以喝饮料。对啊，干杯！加柠檬汁丢进去煮。两面厚切。15%，因为我们一分钟过就会忘记。我觉得我们这边就记不住。够味，再浓一点。那要加辣酱。我怕会更辣哎。我们的伊恩看弄得有模有样。洛璃公主来，洛璃公主。是我票选过洛璃公主。真的是洛璃公主哎。如果喜欢洛璃的，可以追踪伊恩。我会教你做洛璃。所以洛璃好吃。好吃。然后这位是咸蛋姑娘。咸蛋公主。谢谢谢谢。穷人。刚非常非常会裹咸蛋。就是让它加的漂亮，很难哎。好，我们这个加酱的整个过程呢，看起来非常的令人失望。谢谢伊恩。我们那么多的烤节瓜头，怎么只剩这样？吃光了。因为大家刚刚狂吃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道料理就是把南瓜跟奶油还有盐，然后包起来，反过来，亮面要朝下。对对对，好，然后包起来出去烤。好了啦，不会烫了。其实不错啊，很好喝哎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要煮咖喱，可是现在的汤超好喝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实力太强啦！你最不看好今天哪一对？我是觉得韩式烤肉好像就是把酱裹上去而已。但是你觉得今天哪一对感觉最不乐观？我是觉得买现成的那个韩式的是有点胜之不武啦。你觉得？你觉得今天是？哪一组的菜色胜算最大？我们，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我的 boyfriend 被称赞刀工了，不是他自己称赞自己，没有，刚刚主厨说赞呢。不要在那边挑拨大家好不好？没有我，整个季怎么会好看？看你们老实的做菜，观众不要看这些，观众要看什么拖油瓶扯后腿。你洗一洗，然后把根部剪掉。好荒谬画面，好棒！我们是在宠物美容吗？好棒，你们好棒哦！你们是用手撕那个水莲吗？这样才会有温度。你们好屌哦！我们是手作职人，王美煮饭。学傅真，哦，很棒，你很有态度，好凶，好凶，好凶，有点怨怼，来回，坐坐，好坐坐哟，这个你贴上去你就可以了吧？对啊，这巧克力感觉太厉害了吧？快点，好男人在哪里哦？被自己好吃到，对，被自己，它的味道很饱满，太棒了耶！真的超好，就是专业制胜关键，表情很赞呢，明白，真诚，吓死 ，Oh my god！ 你一定会寻得一个如意好郎君。现在已经是7:17了，是这个厨艺大赛呢，已经进行了大概快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。对，那现在目前呢，第一个做好的是泰辣组，是大家可以看到桌上呢已经是泰辣组的菜了。泰辣组非常的假掰，给我做了五道菜。对他们直接做一桌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战死！这个就是穷人的气势。他们刚刚请福朋达送来了20碗饭，因为我们今天居然没有主食。没有电话，然后因为我们是咖喱饭，所以就帮大家准备了饭这样子。来试试，太不错了，有品爱这个。来试吃时间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就吃第一组做好的，好的，把它冷掉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蛋黄洛梨沙拉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咸蛋白做成那个起司的部分，川味麻辣猪肉炒菇，炒节瓜跟烤鲑鱼的部分，奶油南瓜泥。
以及我们的蒜头剥皮辣椒鸡。什么感觉？好吃的感觉。靠北。这个咸蛋黄酱很厉害。咸蛋黄锅。邀功到不行啊！想怎样啊？干嘛得分啊？对，这个就是只有简单的调味。好辣。肉跟那个蛤蜊的部分，很辣是不是？有点太辣，有点太辣，因为毕竟我就是太辣。太辣，对。好，回在最后一道。可是很好喝，很好喝，对啊，爱喝很棒。可是大家要去准备，就很像喝麻辣锅的汤，会让我们的肌肉很好。好好好，很嫩对。大学室友真的一直在推更肌肉，肌肉可以吗？嫩嫩蛮嫩哈。想怎样？爱喝好棒。里面有南瓜哎，对，因为加了很多料，好紧张哦，天哪，好紧张，应该是很好吃的了。你们鸡肉好软哦，真的假的？是我们的 ，Oh my god， 甜尾螺姐，甜尾跟那边搓，它吃不下去，没错，都要煮得很烂，很温柔的人，赞 ，Oh my god， 还有巧克力，它是巧克力，韩式料理。可是放冷了，不然还不好喝。对啊，冷了啦，芥末酸一直吹。没有不好吃。我们这次为什么你们一直眉头深锁啊？怎么了？你们这个太烂。不好喝吗？没有不好喝，但是它是太浓，它太烂。上恩，一丈青上恩，你们就是一丈青上恩。你们用浓郁的味道遮掩盖了那个评审的嘴巴。还是你们先去漱口。好像年糕很，好像年糕很嫩。年糕很嫩，年糕就是我从来没有说那么软嫩的年糕，而且年糕上有用爱心的。好了，我们是走一个洋酿直播嘞路线，起家鸡。好温馨哦，天哪，好棒，大家好棒。好的，那我们评审已经决议出结果了，是。那你们是要一二三名，还是直接颁布冠军？我们直接颁布冠军。OK。然后冠军可以得到1000元这样。哇！这一整组哈，一个人。然后我们的冠军呢，是我们直接投票选出我们今天觉得最好吃的一道菜，就比因为毕竟有人做五道，有人做三道 ，OK。然后有人做两道，然后又有再加菜这样 ，OK。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是直接选一个我们觉得今天最惊艳的一个食物，直接送给他冠军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就很公正，第一名是。想要再颁给一道菜，因为他很喜欢。对，我还好，但他是很寒的猪肉。哇！哇！好吃吗？韩国馆。你脸好红哦，太感动了。那还是谢谢大家今天今晚的努力，辛苦大家。好感动哦！这一组的人基本都是非常厉害，就是。人妻以及未来就是会嫁给如意郎君的人，我们未必比赛会赢，但是我们是人生胜利组。那我们颁一个帕哈记仇奖。什么啊？怎么讲？我颁给莎拉。那莎拉的酱他们都很称赞。莎拉真的赞赞，是因为 QQ 还好，不然我真的觉得，因为我们两个刚刚在吵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莎拉很厉害，莎拉那个酱会让不喜欢生态莎拉也爱上莎拉。OK。对，但是因为 QQ 就是。对，因为你们是综合评分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这样，不然我私心是投给沙拉。哦，对，最贤惠的艾波，对，还有大学室友，真友，真友，真的耶，对耶，杀了蟑螂就被他们大力称赞，沙拉你很厉害，走开。哎，我觉得我们之后要办一个泰拉、阿伦跟艾波的蟑螂 PK 赛，徒手抓蟑螂。就可能放100只蟑螂，他们这样不是我不想呀，好恶心的比赛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行程就即将要告一段落了，然后呢也是这支影片的尾声。对，那这支影片尾声呢，最后再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，到底公司签了哪些网红。
因为非常多人在问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一整天都在卖关子，就是让大家呢稍微看到一下他们长什么样子，然后也不知道谁是谁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认真跟大家一一介绍每个人到底在做什么。阿该就自从签进我们公司之后呢，就没有什么产品，就没有做 podcast。对对对对，然后一直不出片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 podcast， 就是他现在就是终于有自己的 podcast 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叫什么名字 ？podcast 叫做《闺蜜该该叫》。然后就是找了一就专门聊一些女性的话题，可以上去听。然后有蛮多是成人内容的，所以记得要那个成年的观众再来听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 Facebook 可以跟 IG 都可以搜寻泼辣闺蜜阿该。然后同时我在泰辣的频道跟大健还有泰辣有一个单元叫做姐妹泼辣。啊，下一位。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我是来韩国的，可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去韩国，所以最近呢就是有一点小难过。不过呢，最近想说呢，就是我可能穿搭啊，或是爱用品啊，对对对对，那边走，对，怎么做啊？没错，还有大家最爱看的韩国的吃播之类的开箱，什么最爱吃的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燕。Yeah！ 好，反正呢，就是我的频道跟 IG 就是在化妆。美妆保养是偶尔有一些时尚，就是让你变水水之类的，相关的，对，然后对有化妆需求可以来找我。因为平常我比较不会化妆的时候，我就会发请他化。OK， 如果你看我今天妆容特别完美，就不是我化，是烟化的。硬化的，小手，小手。好，谢谢。我要拍啦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对，你先啊。我是 Benny。我们是高分贝，听说声音知道我们声音分贝很大，然后我们的频道就是一直在疯狂玩游戏啊，然后微博玩的很吵，所以大家看我们影片自己要先那个先往下调大概20左右，才会刚刚好符合一般那个 YouTube 的声音。对对对，就发了我们 IG， 因为我们今年有个年度目标是老板设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达成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被迫要解约。你好，我是 Aiden。对，我现在就在做大学生的日常，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或者一些社群的制作跟心得这样子，还有剪漂亮的影片，还可以煮咖喱啊。美食频道，以后就是煮咖喱，教大家怎么做菜。赞死哦！可以啊，就是田尾罗姐教室。我是 Irene 麻薯，我之前是美食旅游的部落客，然后最近就转战。转战做 YouTube， 然后我的频道都是在做那个旅游跟美食，还有登山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干嘛？爬山。明天好快乐、哦。对，明天就是 Irene 麻薯公主要带我们去爬山，不然我们怎么会有爬山行程？我个人本身是不爬山。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人 IG 现在也超爆多人，他现在算是小小小网红，每天早上会有人爱慕。哦，穿仙女衣服。对，穿仙女的衣服，我只穿仙女的衣服。今天头发有点乱。对啊。有意见男生欢迎追爱播。对，要异性恋。嗯。爱播的竞争对手。爱播的竞争对手 Henry。我们现在不求别人，只求他 IG 赶快破千。对啦，现在徘徊在七零几，然后有时候 po 一下，看密集 po 照片，还会变成700，对700，就大家是被推追，对对推追，大家是什么心态呢？我也不懂，要叫 follow 啊，奇怪，真的太好笑，明天就变四，明天出去变600，完了，对不起。最后呢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然后现在这一次。我们那个疯女人整个团队，然后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的员工跟工作人员，今天就是陪我们一起来员工旅游这样，还有家属、对男友啊、老公通通都有来这样。我老公不是老公，没有老公。但我觉得他如果放假，他也不会来。他如果来，大家就会很紧张。对，脾气比较不好。好，反正呢 ，anyway 就非常感谢大家，就是对于疯女人支持，然后未来呢也要继续支持这些朋友们。没错，耶、yeah. ！